两颗绿色球，绿色一颗绿色球两分嘛，两颗绿色球就是十分。那加四颗蓝色球呢？也是四，多分了。那加起来几分？全部吗？八。所以第一行是偶数，就是我的。一二，这有吧？蓝色是一分。总共几分？十。我第三。现在屋顶也要算吗？好，一颗两分。四。好，再加蓝色几分？然后蓝色五，一二三四五，九。九是奇数偶数。七。奇数是你的。都有我们的。哦。